我们来讲故事哦，等我的时间，小华哥。阿妈，哎，我会叫你出来。阿妈，你敢唔知啊？今日要推来一只棚，有偌侪亲戚朋友在等你。阿伯阿母，恁先莫生气啦，我甲志明拄只是去拜访亚联航空的考察团。安尼，恁摕着合作案啊？嗯，佳玉，甲代志详细经过啊。 讲个大事，原本应该白金饭店已经讲好势啊，啊，不过最后代志有变化。多谢。爸，嘉龙，你哪过来？爸，我陪你来处理代志。啊，林先生哦，伊非常重视这个家庭的合作，所以伊甲我讲，另外一个找时间，落去我解释，我唔肯啊，哦。 所以两个人安尼扭扭打打啦，甲你张明哦，无甲真歹，所以迄个母阿才知影讲，一切都是我讲的。我知影你的用意，啊，但是阮已经甲北京饭店讲好安尼。啊，无，无论如何，请恁一定要阁详细阁考虑一下。啊，讲起来都较歹势啦，因为我的冲动。 影响着恁两爸啊合作，嘛去影响着阮张家的感情。哎，我真自责，这是做人父母上不应该犯的错误。所以，无论如何，我请各位哦，一定爱跟我斗三工哦。对对，莫让我后半世人唔知安怎去面对我的查某囡仔哦，拜托了哦，无论如何，拜托。 家人，我考虑一下，哦，拜托，拜托，爸，拜托，好，我跟你签约。江先生，是真的。阿妈，来，这是亚联航空合作意向书。 佳云嘛算有功劳呢，咱今日吼无加等你啦，我无功劳啦，我只是想要尽着弥补，伫个遮我嘛想要代替阮爸爸向恁大家回失嘞，若毋是因为伤过冲动，这合作案有阿姆的斗相共，早就已经讲成啊，所以我希望恁莫追究这件代志，嘛莫误会阮爸爸。佳云啊，你这么勇敢负责，愿意承担。 尽了弥补，这就是做人的根本啊！以后吼，你一定真敖欢喜。阿妈，我努力，都因为。多谢阿妈。乖哈，等你吃饭的时阵，我再甲亲戚朋友吼拢介绍给你认识。感冒都拄好了，搁走出来面诊好吗？ 执行长，你哪会走来？来看你，嘛来学罗哩。伊也毋是个表现真好，亲戚朋友大拢真喜欢伊哩。除了学罗哩，也欲甲你回事嘞。为虾米？我毋知心底会暗伊来。你都讲你毋知影，所以毋免回事嘞啊。执行长，哪会用这种眼神看我？ 你哪唔讲话啊？我感觉你想伤济啊，工课就是工课，我袂受任何人影响。安尼就好。我投降你。清啊！我要走啊！我叫你清啊！我唔爱你阁感冒。 你安尼是在创啥？你安尼心底的误会，你就是我的女朋友，你有啥物好讲的？执行长，我毋是你的女朋友，咱就是来拢真清楚。你真真正正女朋友伫咧遐，你去找伊，我要走啊。胡佳云，莫再来哦！我有我的生活，你爱尊重我。
吴家瑞，卖给第七条。起码有加分咧斗相共，咱对这边哦会当更加放心，所以我希望哦，从今以后你对加分卖阁有真侪意见啦。伊今仔时间，因爸爸了，请麻烦哦，做补救尔，安就该买收起。你之前伫这边办公室是安怎共嫌的，拢袂记得。顶回确实是因爸爸做唔对代志。 我和你讲嘛是应该啊，爱你既然有法度甲你阿出来麻烦，我后爸，这算有本事啊。所以你意思是讲，你接受伊咱做咱新妇？我毋是讲过啊，囡仔感情的代志，毋是我应该插的，只要妈妈欢喜，志平欢喜，我拢无意见啊。还佫有啦，我会提醒你。 即间厝内排行代志，拢是妈妈讲的话准守。无论你是欢喜帮甚至做咱的新妇，拢共款做代志，不用违背妈妈意思。孙院长，张伟先无我送你回来，你是超工的哦？不是，不是的用合约第七条来威胁我，叫我袂当管你的私生活。 你是要从我去对啊？不要接班。我今麦阁有重要代志要处理啦。还要第一条，你是我的女朋友；第二条，你爱配合我的行动。我不要接班，我阁讲一遍，钱还我。过去趁这个机会，甲执行长甲大事讲个清楚。我今麦想要甲你讨论较幼个代志。你讲。 当初你爱我继续你的女朋友，是因为你无想要相亲，上重要原因是，你也无法度甲心底放袂起。即摆心底转来啊，你都无相亲的压力，恁两个人的关系嘛真好，所以我咧想，咱是毋是应该甲恋爱契约解除掉？你敢有五百万的东西无？无。无你凭啥讲你要解约？ 我认为已经无必要啊。我是甲方，你是乙方，无必要，我讲个准守，毋是你。而且咱的契约是一年啊。我知影，所以我无想要浪费你的时间。你是咧考虑啥？我嘛毋知我咧考虑啥。这是你的感情，你毋着爱关心我清楚。对，你讲无毋对。这是我的感情，所以你袂当变卦。惠利啦，你要决定看要安怎做进程。 咱就继续维持即卖关系。后盖莫跟我讲解约代志啊！既然你甲心弟已经和好啊，是毋是要接受伊对你来讲哪有啥困难呢？你毋肯做即个决定，一定有其他的原因，到底是啥？我毋知影，我毋知影。惠利，我即卖无想要继续甲你讨论哦，解约代志啊！执行长，你是毋是介意我？ 我若讲我喜欢你，你安怎回答我？跟你开玩笑的啦，青花妹，我哪有可能喜欢你？ 哦，我知啊。你会故意安尼讲，是爱我违反咱合约的第八条假释真错，咱五百万你就免还我，你嘛会当恢复自由。去我约着吼。感情是会当咧讲双笑哦，你甲我问题到底是啥？甲心里的等待到底是啥？卖钱，这个钱。我不爱食啦，钱我想办法还你，我无就继续安尼按落去。
为什么要你？真正别个拢真介意，阿嬷已经甲伊当作是顺心妇啊。伊若知影讲咱两个分开，老大人诶拢鬼气啊，敢无法度承受这种打击？咱要维持即卖安尼，安尼对你、对我来讲，拢是上好诶结果。多辉。 都会想，都会你找到真正喜欢的啦。若是安尼，500万你免嫌我，你买到可以合作。佳宇，是不是把我惊死哦？在创啥啊？我是想讲，我是要好好保养你。好。 不过你一面机会，最近哦，可能是因为住一个关系，我暗时我拢困无好，我嘛食袂落，啊，半暝啊真神，佫会心酸酸。所以我今仔日，我要弥补你，我毋是要找借口甲你过过甜，我是真正要甲你回事嘞。你讲真正无其他的目的？嗯。好啊，相信还佫有良心。 相信还阁无够，我一定爱替你做一件代志才会用的。是讲，我会当替你做啥，我是看卖。啥物代志拢用联系？嗯。你两个谁创的？我甲伊斗的，安尼有清楚无？拢是佳宇，毋知影分寸，伊个通志明交我，我知影家己身份。我猜阿嬷伊遮尔疼惜，安尼代志就较正咧。因两个人私底下讲好，爱佳宇加做伊的女朋友。 你是咧讲啥？志明甲佳云的感情是假的啦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到拜五，暗时8点，炮声。